Hello，大家好，我是 Kilo 的 Pain。那么我们继续来玩这个 Black Shot， 这个是 Winterland， 这个 map 叫 Winterland， 然后他妈的，哦哟，哇老诶，我这把枪有没有强一点啊？这一只这把枪是送的 BP 枪来的，它的 damage 很低罢了。可是我不懂为什么我会这么好用啊？好吧，看来不好用了，已经不好用了。哦哟！等人来，等人来，没来吗？哇，这把更加好，这把是 GS， 要用感人那需要买的，可是我竟然找到啊！哦，那边有好两个人，我不想出去，一出去就死定了。你看那个。OK， 其实我这把 A91 这把枪呢，是它 damage 是很低的，好像是很低，是吗？好像又不是很低啊，我忘记它是什么低了，它好像是有个东西很低，我忘记是什么。好了，毕竟每一把枪都有它的缺点跟优点的。顶顶顶！哇，连续杀两个，妈的炸盖，有人炸我的盖，不过为什么这场这么多人用这把枪，我想问你在做什么你在站在我墙壁后面，你搞屁啊你，妈的拿我 granite， 你死鬼啊你，你怕不止拿我 granite， 还 flash 我的地方哦，还 flash 着我要去的地方，你他妈的你想害死我是吗？啊，我有 assist， 还用这把，还用 shotgun 射这么远，你是不是神经病？Hello， 哎呀，喂，中午好吗？也喜欢躲在那边。哇，又炸我盖，谁炸我盖呀？谁一直炸我盖？你可以别炸在这边吗？你 OK 很好。哇，太幸运了，我的妈呀！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 MVP 啊？哇老！啊！这样子下去可能会有机会 MVP 啊，各位，不懂会不会呢？我还 headshot， 我射他下面他，我每次射下面他都 headshot， 不懂为什么。我拦你！啊，没有机会了，他们好强！没有机会了，差六个啊！除非突然间发羊掉啊！
哇蓝发羊掉都没有机会啊，人类炸死，哇真的炸死啊哇这什么来的，喂不见了，哦我死肥婆，你为什么整天 headshot 他，而且他 headshot 的时候我马上死，100 HP 直接变零了，他一 headshot 好恐怖啊他的枪，哈哈被我抓到了哦，还用 shotgun， 不能靠他太近，靠太近我就被，喂，死了，what the fuck。